KM 加先进油泥清洗剂，为何冲洗您的汽车发动机？有害沉积物和油泥积聚在发动机中，会导致动力和性能损失。冲洗汽车发动机可以清除发动机中积累的沉积物、油泥和其他污垢。良好的冲洗过程还可以还原引擎性能。当前许多品牌发动机清洗剂都是有毒的挥发性溶剂，对眼睛和肺有害，致癌性强溶剂对皮肤有害也易燃。隆重介绍 KM 加先进油泥清洗剂，以深度清洗恢复发动机性能，比润滑油更能保护发动机，是个环保的解决方案。100%由天然植物脂配制而成，无毒、不挥发、不易燃、无腐蚀性，完全符合 REACH 标准。研发团队进行了清洁能力测试，将全新的机油加入汽车，并让汽车运行了两天。两天后，他们取出了发动机油，并把它滴在纸上。之后，他们重复了这项测试，但这次他们在全新的发动机油里添加了 KM 加先进油泥清洗剂，运行两天后再滴到纸上。测试结果证明 KM 加先进油泥清洗剂具有以下清洗功能：非溶剂型清洗剂，可溶解并以清洗剂方法去除油泥和油污，驱散油箱和发动机角落的油泥，清除沉积物，以开通被垃圾堵塞的狭窄油道，让油自由流动，清洗曲轴箱，以延长新机油的使用寿命。 KM 加先进油泥清洗剂不挥发和无腐蚀性的特性，使其可在发动机加速时添加到发动机中进行压力清洗。总结就是，测试证明 KM 加先进油泥清洗剂能非常有效地清洗您的汽车发动机。KM 加先进油泥清洗剂的润滑效果超越了普通的高质量润滑油，它能同时清洁发动机和给发动机增加润滑，即使在清洗后也能减少发动机的磨损。只有 KM 加先进油泥清洗剂能在清洁时为您的发动机增加润滑和保护发动机。研发团队也对各种类型的密封圈进行了密封磨损性测试，作为标准，一组不同的密封圈被浸泡在润滑剂中，他们再将一组类似的密封圈浸泡在已添加 KM 加先进油泥清洗剂的相同类型润滑剂中。浸泡两年多后，他们观察到，与标准相比，添加了 KM 加先进油泥清洗剂的密封圈并没有增重，也无明显磨损或物理性质变化。观察结果说明， KM 加先进油泥清洗剂对密封圈是非常安全的。KM 加先进油泥清洗剂相对于其他清洗剂，对于客户的优势就是更完整的清洗发动机、润滑发动机和保护发动机；对于机械师的优势就是不挥发、不伤肺或眼睛、无腐蚀性、不伤皮肤。 KM 加先进油泥清洗剂对环境是安全的。